就像您说的，他是高拉开，对，因为他的点高，所以争取把这个球传高点，能够发挥出来自己高度上的优势。还是尽量的要看攻守的个人特点，不能一味的就是李梦豆和徐小婷年龄都差不多，对，也是该承担重任的时候。其实尤其是徐小婷，因为在巴黎州，刚才我们从慢镜头看，那个费德勒夫采娃发球确实是飘，光是大力，他在大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从那角度看，他是飘的，有力量，有速度，飞着去。成功，这球直接推在了后排一号位的空档上。处理的还是很巧妙，这个球这个点真高，现在费德勒夫采娃和林莹都在前排了，好球，上海队防的也不错，机会再给天津队，天津队正好三点钟还是打后攻，上海队防起来，费德勒夫采娃，这个也挺提士气的啊，因为他两个定点的防守防起的效果都不错，对，这个球还有给后攻，我感觉第二局上海队还是想把开局给打好，其实上海队还是有攻，对吧，他两个外援应该说在二四号位的非常好，整体的齐刷刷的很高，篮网出这是什么，关键的三位进攻，哇，一传接送探头了，这个探头手上控制了一下，等于是自由人自己弥补了，这球躲都躲不开，防守还是很充裕的，对吧，如果要是主攻这边要是替换的话，他可以把王一竹拉到主攻这边来打，对，其实如果塔皮亚这一点够强力的话，接应位置的替补有一个杨毅就够了，对，因为风格不一样，上来之后还暴力的直线进攻，我们信息也算是比较全面，费德勒夫采娃在第一场对阵辽宁队的比赛是拿到了二球，感觉一传不是很稳，一传整体不如天津队，这两个队一上来之后呢就能担当重任，对，这是教练抓的，稍有起伏啊，你看天津队也有，然后上海队也有，都有这个自失环节，有点某个阶段控制的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应变的能力还是很快的啊，就及时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能应变回来啊，这是两支队伍也是值得表扬，好一传，但是关乎到第二阶段的分组的这个
二阶段的分组，因为他要根据第一阶段的成绩蛇形来分组，对顶传，然后拦防也起了很多球。直线，这个朱敬腾再防起来，上海队的反击。真的是起了很多球。对，费德罗夫塞和费迪索，徐小婷应该慢慢的把这个费迪罗夫索娃就是培养。这个球没有传好，你看徐小婷这几个一哈，一对二，但是我也给他，对，还是相信你。你看上海队这边也是，对，围绕费德罗夫塞娃，因为这攻守前排了，哇，这球发的真好。今天费德罗夫采娃的发球直接得分应该至少也有五分了吧。